有请陈峰跟怡慈来为今天的表演曲目做一个导聆，那请他们掌声欢迎。音乐变色龙，普罗高菲夫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作曲家中，他在西方乐坛的音乐地位足以与史特拉文斯基相提并论，在国内的声望则超越肖斯塔高维奇。他多变的曲风游移于神秘主义、机械敲击特色和预示未来的精准古典精神。他被视为音乐上的变色龙，也是音乐上的立体主义者。中卫音乐最初是为了配合同名电影而制作的，并于1934年发行，是电影音乐的第一次尝试。在电影配乐的早期，所有准备尝试电影音乐的各种杰出作家中，普罗高菲夫急于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并将电影委员会视为更流行和更容易接触的方式创作音乐的手法，创造了词曲电影配乐。第三乐章中卫的婚礼，主题始于辉煌典礼夸饰的第一主题。第一主题由直笛、手一、手二、手四、风琴、钢琴演奏，在这个辉煌的乐句展开后，紧接着是个可爱的第二主题，表达关于主角主题的描述和变化，他们共同赋予旋律线喧哗和缤纷的庆祝感。再度掌声，谢谢两位导聆同学。好，也欢迎我们的曾泽宇曾老师。Thank you.
短短五天的练习时间，小朋友很努力完成了我们的定曲跟自选曲。